脚是后场来发球，比分46-42。现在看看三分位的防守，看看黄金迷你小车轮的进攻执行力。没事，走。吴林佳找到队长李湘林，看看李湘林、张殿良，这球命中。张殿良铁血魔兽三分命中。在剩48秒的时候，依旧没有放弃，果断出手，为队伍赢得宝贵的三分。上篮吗？46-45，两队一分差距。比赛来到这个时刻，你还能呼吸吗？坏人，三分威这个回合只能成不能败，找到黄金上篮造成犯规。哎，过来，坏人呐，当时还不坏人吗？你干啥呢，坏人呐？哎，你防王晶和大哥啊？我，你什么？我的妈！我说好当时还坏人的吗？比赛时间只剩下26秒，现在比分46-45，只有一分差距，领先的一方三分位的队员王晶将要执行两次罚球。王晶第一罚命中，47-45。老板，小老板，白银色，第二罚短了，这下篮板。别着急，看一下，看看裁判的判罚。裁判示意回看录像，看一下蓝的呀，我看的是。这不还还有别的角度吗？来了，明显是蓝的打的吗？蓝的。哎，我们的球就打这个啊，笔直发球，子龙压过来拿球，好不好？啊啊，五号位在这里啊，掩护在这里，这个球有就攻 ，OK 没有，加一拿球啊，传过来，是吧？四号位，哎，挡。这个出来时间也到了，也要投了，好不好？啊，24秒，他们不会，我们现在不提前犯规，我们防一个打反击啊，我们能防成盯人挡太就换人，他们只有14秒时间，你下去，你个儿太矮了，你上。如果说最后我没有暂停了，我们就是拉开往里冲。上，这下球权给到绿队，所以黄金迷你小车轮需要再做下一次防守，但是记住这个时间，现在进攻时间14秒，防下他们还有机会，而三分威会不会给这个机会给到郭艾伦战队？加油！来，预备！我来！直接交到王晶，看看箱子龙这边没有办法拿球，一直交到王嘉义，嘉义大哥这场表现。非凡，来看王嘉一，向子龙没有投中，篮板球，王晶这边拿到，犯规啊！看看，这下要停表，要犯规，篮板球啊！这个关键篮板，3.9秒的时间，现在比赛还剩暂停，暂停，朱芳雨教练请求暂停。坐好！哎，把球抓出来拿住就完事了。底线球，二、三、来一、四啊，五、四啊，二号，一号在那边，先给加掩护，要把球拿住，拿住球就拿住了，就不要再传了，就抱住啊。啊，这里这四号掩护完以后，这也有机会了啊，这也有机会。五号得掩护完以后弹出来。刘玉涛这里都没有，传给刘玉涛。
好不好？啊，他们发底线球吧，我们不管是咋的，我们换人，换完球以后，我们封发底线球的人，不给他篮下，夹球就夹击，夹击没有的话再犯规，没有争取让他发底线球，逼他失误，每个人看每个人，然后就换人，明白吗？挡拆就换。我对我们挡他掩护就换，我们看看能不能把球抢下来。如果说没断着一下，他发出来没断着就犯规了。再发出来，你们断着球，你们我们也没法之后暂停了吧？对，就冲就冲就冲了，那你们自己看了。争取现在把球抢下来，没有的话就犯规了。如果犯规了就叫暂停。一二三，三三王自卫。来吧，各位观众，给到长时间的一段掌声，让我们欢迎两队回到场上，为我们呈现这场生死之战的最后画面。3.9秒，投权在领先的一方，三分卫队的手中，47-45。我给你掩护。张楠来发，快速给到，这下犯规，用了1.1秒的时间犯规。再来，大车，还有你。范满发球，还有一次，你们往外掉，王晶拿到，1.4秒还剩，一张零犯规，王晶罚球，他罚不进第二个，故意罚不进，我没机会了，我没有暂停，他活球我不能暂停，他只要罚不进我就输了。来看看，王晶的罚球是不是制胜罚球？第一罚命中，48-45。教练，还要吗？罚中要暂停啊！一次，不进也行，罚中，暂停。郭艾伦战队请求暂停，49-45，四分的差距，一秒钟，来过来，打一个，没事。我们从这开始发球，然后我们站一排，然后。你投吧，最后一个球你投吧，你站在中间，然后往下压，往下压以后，两个内线把你夹住，对，然后你转到俩中间投一个，如果没有的话，你拆开，你在这边，你在这边，你拆开然后投，啊，加油！我们就站在三分线，对吧？对的人啊，就这样就可以了，不要对，不要就不要跳，一定不能跳啊，每个人对一个，不能跳，对，让他投啊，不要跳，不要给他加一。好不好？好，先重新二三，三分我这边。哎，你在那边。好，暂停回来，再来一次掌声吧！欢迎队员们。还剩1.4秒，还有奇迹发生吗？我打前场球吧，前场球。看看边线发球，这一下给谁？张殿良出手，时间到。球投进，但是就差一分。非常好的就是我们最后一球也投进了，所以说从我们努力本来是4分的分差缩小到了1分，这虽然说我们还是输，但我觉得这态度就表明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秒。王嘉怡球场领袖。CBA 的全明星球员张楠，刘一涛霸气盖帽，还剩1.4秒，球投进，但是就差一分。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理人邓伦对于刚刚的这场比赛生死战有什么要说的。打得很激烈啊，我都差点冲到场上去了。对，